好了，拜拜了。我是刚欢迎列车长，这183年这一组又要送到潮州，113年2月6号松山站了。时间01分，坐班车是8751次哦。七六发车，经由3线开往潮州基地。的103线是2000米，是运转3044，偏豆田蓝色带氢能级站号。也有的8751次在双南准备通过，这一组要被送到潮州基地去做试运转，能不试运转？目前最新的号码3044哦。拜拜，再见。在双南。通过了8751次，七六八车将航向好潮州基地的3012/3044的 PM 豆藤样蓝色带氢能级站号，是运转列车在双山站已经通过了8751次，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，感恩支持。